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Hello, 那今天呢， hello, 我就要跟你们聊一下情人节的时候应该。Hello, 你为什么在这里？这是我的家。哈？谁在叫我 ？OK， 所以你是谁？你未来的老公。我品味那么差。哈？哈？哦，我到现在还没有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大鸡。哦，我觉得你叫大嘴巴比较对耶。不好笑，对不起，好湿啊！什么？我的嘴唇？哦、oh, ，OK。Hello， 哦、oh, ，你超可爱的，你是谁啊？你小时候？哦、oh, ，正常。哦、oh, ，可是我小时候眉毛有那么粗吗？你小时候，所以你在讲我是一个男生吗？不是吗？所以你们情人节的时候都会穿什么衣服？我都不穿衣服的，在我三岁之前。你在想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我喜欢你不穿衣服。哦，滚出去！不好意思，我长大后会像你这样吗？哦，当然。不如我们玩角色扮演，玩家家酒。角色扮演？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你们情人节的时候都在做什么？玩奶瓶。哦，西波波，波波芋泥奶茶。哦，哦耶。Oh my god！ 你在做什么？吃巧克力。我还以为假期应该吃巧克力。哦。哦、对的对，那我们这次的访问就差不多了，下次再请问大家可以吃吗？哦，对不起，你先接。那今天的影片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你们看我这次影片，爱你们哦。请问，如果你不知道一个人是谁的话，你要怎么爱？OK， 我今天访问人聊你很久，闭嘴，拜。我都不穿衣服的。Oh my god！ 我怎么有一个笑？所以你是在讲我 ？Oh my god！ 我的 mascara 掉了吗？